吹吉避凶有办法，乱咁摆嘢好惊吓。家居风水点摆好，师傅教你应点做。旺来八八。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揾到阿 Cindy 师傅同我哋出去一齐睇风水嘅，咁点喺旁边揾翻阿 Cindy 师傅啦。Hello，Hello，Emman。系 ，Hello， 嗱咁啊，今个星期就唔该晒阿 Cindy 师傅啦。咁其实啱啱琴日啫，我哋好快脆啊。琴日系啦，就睇完啦，今日就播啦。咁我哋未睇片之前咧，不如我哋攞啲相出嚟啦。咁又系呢间屋咧，都有一啲嘢我哋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先嘅。等一阵可能冇机会。睇到付費嘅部分嘅朋友咧，都知道有啲風水嘅大忌啦。嗱，先睇下間房先啊。佢咧其實算係豪宅嚟噶啦嚇，呢一件事咁樣係咪？係啊，豪宅嚟嘅真係。算豪宅噶啦，咁啊都千幾尺啦，樓底又高啊咁樣啦。即係高樓底喎，真係。哇！這個樓底，我咪喺節目都講啦，即係拍嗰件事都講啦。我有親切感啊，我都住過咁高樓底嘅。係啊，你之前嗰間係啊，係啊，都係差唔多。咁但係咁高樓底呢都真係有一個麻煩，你唔好話靈異呀或者乜鬼呀，你爛咗個燈膽壞咗燈膽呢，你自己改，你自己搵唔到人去幫你處理嘅，真係係呀，好麻煩。普通啲即係嗰啲唔啲梯呢未必夠長，係呀，因為如果再高啲梯呢，嗰啲人係要買保險呀先夠膽嚟幫你換燈膽㗎，真係㗎，係要呀。所以呢嗰陣時呢我好彩，我又冇坏个灯胆。你啲咁好，系啊，住咗几年都好彩。我成日祈求佢啦，唔该你唔好爆啊，你唔好坏灯胆啊。如果唔系，我真系搞唔掂。咁又好彩又冇事啊，咁样咯，系啦，好啦，咁啊睇睇。主成日坏灯胆。系啊，佢成日坏灯胆，我唔知点解。系啊，好啦，咁我哋先睇下间房先。佢系一个套房嚟嘅，其实就嗱，我哋先睇到啦。咁佢嘅套房咧，个厕所啦，厕所咧，虽然我哋影唔到佢嗰个马桶啦，其实大家都。已經知道了，馬桶就是剛剛正中，然後對出來呢其實就是他的房子，那個 BB 床啦，是啊，同埋張大床啦，是這個有什麼問題呢？關於廁所的馬桶位置，其實廁所呢其實即是套房，沒辦法，如果你大屋一定是套房的，是啊，那套房呢其實就是說如果廁所對著床呢就身體不是那麼好啊，容易有婦科病啊情況的，嗯，還有都會有些不好的桃花的。其实是有没有说对着哪里先，因为他现在是刚刚对正的中间，但如果有一些。对中间，是啊是啊。那你对头都不好，其实对除非你摆最后的啫。如果不对正可能真的是在旁边的。他对出来的位置没有对着张床的，不过在个房里面会不会好一点？好一点，那如果道门摆另外一边的，那你对不到就好一点咯。哦，所以一定不是说套房子有问题的。是啦、啊、是啦、啊。要睇翻嗰時嗰啲佢門開嘅位置，但啱佢坐次正對正嗰張牀就嚴重啲咯。係啊，咁呢個通常都會有女士嘅婦科病嘅，容易有。係啊，係啦、啊，同埋一爛桃花啊咁樣。哦，嗱，因為咧今次睇嘅咧就唔係本身住喺呢個房嘅屋主啦，係咪？所以我哋唔知道佢有冇爛桃花嘅啫。係係、啊啊。因為係佢個媽媽啦，咁樣係咪先？是他的外母，是外母啦，外母啦，是啊。其实这样怎么搞呢？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，有什么可以解法到呢？长山道门，长山道门啦，落帘啦，整屏风啦，这些这样的方法咯。哦，都是简单的啫。是啊，都是简单的，你找一个屏风隔一隔都可以了，已经是。啊，总之风水有很有趣的，就是你眼不见为干净的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，隔一隔已经争，那些气走不到出来，又挡住。嗯。好啦，咁啊呢个好简单啦。另外再睇下佢间房里面有另一个问题嘅。呢、這个问题呢就佢、是、自设咗陷阱俾自己啦。係啦，咁见到呢就係佢摆咗个梳妆台。台上面呢就有个圆形嘅镜喎。嗱呢样嘢点呢？因为好清楚係照到佢张床囉。係啦，好明显见到啦，好似酒店嗰啲嘛。係呀，同埋酒店可能仲有远少少距离，咁佢都近喎距离。是近的，他这个真的是三步那里的。还有他发现是这样的圆镜，好像将这些附放大了。哦，这样的也都会。是啊是啊。好了，这个其实很简单，快拎走块镜是吗？或者你落落块布遮遮块镜。即是不用的时候。是啦、啊。就遮遮它，或者整过一点点，那都没问题了，是不是？
系，咁即系照唔到张床就冇问题咯。其实如果呢啲照镜，啲人都话，咁诶，即系可能夜妈妈见到自己冇化妆啊，惊一惊啫，系咪就系咁简单，或者有其他原因、其他嘅问题咧？同埋如果有啲，譬如你个你床嘅位置你唔好嘅话咧，咁你会系双重唔好啊，照埋嗰边唔好嘅，你会照埋过嚟咯。系系系。即系镜系有个放大嗰个能量作用嘛，好就放大一倍，唔好都放大一倍。系啦，都会吸埋对面嗰啲嘢。系喎，咁所以呢个就自己都要留意啦吓，小心唔好对住自己个床头啊块镜。系啊，好啊，咁啊再睇落去啦。嗱呢一个咧，十居其七八都发生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横梁事件啊，又嚟横梁咯。系啊，都严重啊，呢、這个都几严重啊。佢个幅度几大啊？系咪啊？差唔多大半张床咯，都有半张床啊。系啊，佢嘅面积，因为呢间房咧又唔算好大啦，但系佢嘅横梁咧，佢直情一对落嚟就系佢张床，直情有一半咁滞哦。直情劈开一半咯。系咯，呢个嗱，我哋讲过噶啦，要处理咧就难少少，你最好唔好瞓佢下边啦，但系有时就唔得啦，系咪先？佢而家呢个情况都系瞓正噶。系啊，佢瞓正啊。就系呢一个事主有问题啦。系啦，因为当初咧，我睇个图纸嗰阵时咧，就嗰间屋个问题唔系咁大，因为净系睇图啊，即系佢门啊，同埋佢房啊，有佢瞓翻财位性系 OK 嘅。点、知原来就系、是，如果系有问题，我讲过啦，系呢两间房嘅问题咯。系啊，我哋未上去啦，先前师傅已经话佢基本上冇事，但系我唔，如果事主系瞓开呢瞓呢个房咧，就大件事啦。结果真系佢瞓。系啊，系啦，呢嘢就咁。咁好啦，嗱，点样搞咧？呢、這、一个情况咧，我哋曾经有一位嘅建筑师啦，都讲过啦。其实咧，你就可以虽然系大阵仗啲啦，将上边嗰度咧就你整一个假天花，系咪咧？可以噶，系啊，因为佢楼底高，佢都可以整。不过就好多人就未必会去做咯，觉得系即系多工程啊要。同埋佢系租啊，最主要佢唔系自己买啊嘛。咁你租又费事搞咁多嘢啊，系嘛？系。咁又点搞呢？如果呢、這个好啦，就唔整假天花啦，瞓出嚟得唔得咧？真系有因为佢瞓唔到出去啊。嗱，因为如果佢瞓出去，其实佢已经系得半张床。系，即系如果佢人瞓出啲，得半张。如果佢双人床都系瞓出去啊，佢单人床嚟啊，都瞓唔到出去。系。咁另外就得一个方法就系话，你佢可以就系话整一块布，好似一个蚊帐咁嘅形咧，系遮住个横梁。哦，系咁我等我嗰啲横梁压落嗰个气嘅嗰啲气咧，唔使打落嚟。啊，又或者会唔会可以咁咧？唔知佢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床，可以嗰啲泰国嗰啲咧，即系或者啲龙床啊？系啊，得唔得啊？几条柱蚊帐咁系可以噶。系啦，系啦，咁样得唔得？可以。哦，咁又可以揾张咁样嘅床，即系嗰块布咪喺楼上嘅，系嘛？系啊。哦，咁最方便。咁仲好，有时你啲冷气未必直接打落嚟添，仲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啊！突然间有呢个方法，教一教阿 Joey 先，即系我哋嗰位就求助嘅朋友，系啊，揾张咁嘅床。而家你都系搬师傅啊，都话系咩？我突然间醒起，系我哋呢帮人拆解嘛，即刻系咪先？系啊，系啊，其实都可以噶。系啊，呢啲又好啊。你其实如果呢种床咧，我觉得个感觉系几舒服，你好似包围，即系包住咗自己咁样啦，几有安全感嘅瞓落去。系啊，你蚊帐咁样，有啲都会系噶。OK，OK，好。咁啊，呢个希望佢自己都留意啦。嗱，另外一样嘢咧，好多人咧都有啊，自己可能睇下 YouTube 啊，又话之前有机会揾下啲师傅咁样啦。嗱，佢又整咗一只咧嗰啲福鼠，系啦，福鼠咧就摆咗喺一个横梁底下，其实有冇用咧？其实咧就因为每个师傅咧嘅做法都唔同嘅，即系有啲师傅觉得佢可以嘅咁样咯。你咧，其实就我觉得。你如果俾我，我都系觉得系整块白布，即系嗱，除咗你话即系间咗个横梁佢啦，咁同埋整块布咧就最好嘅。福鼠有冇特别原因系可以处理到噶？有冇话咩啊？呢个福鼠其实咧，通常咧就系福鼠掉金钱咧，就系招财啊嗰啲嘅。咁但系佢而家件事都唔系招财啊，系化咁系嘛？因为每一派都唔同嘅，所以我就唔可以话你即啱同啱咯。冇错冇错冇错，系啦，系啦。福鼠啊，听讲都唔系咁样去化咗个横梁，但唔知点解啦吓，佢有两只福鼠添噶喺个房度。床头床尾咯。系啊，床头床尾噶。系啊，佢自己决定啦吓，睇有冇真系有用途啦呢样嘢就。系最紧身体健康啫。冇错，最紧要呢样嘢。好，我哋再睇落去先。嗱，呢个就好特别啦，今次真系第一次。
完完全全喺间屋里边望出去咧，系见到望夫石嘅嘅后边啊，咁样喎、啊，系点咧？有咩问题发生咧？嗱，始终个名都唔系咁好听啦，一二就始终都系一啲石，即系石山，即系有少石都唔系咁好嘅咁样，咁都系一啲煞嚟嘅。佢都清楚噶，望落去都真系清楚清楚啊，系啊，虽然背住你都知系诶呢个咩石嚟噶咁啊。因为沙田大家都知啦，那个位置就系望夫石啊，咁样咯。系。O K， 咁呢个要系你阵间就可以讲下点样解法啦，都有机会解到嘅。所以如果望落去咧，啲山有啲鳞身，同埋佢呢个山咧，其实系好多树嘅。系。咁我唔知道好唔好啦，系咪叫翠绿咧？如果净系从个山去睇，定系阴咧？我望落去咧，我觉得就有少阴嘅。系啊，太多。你觉唔觉得？我都觉得。系啊，即系佢唔觉翠，即系唔够翠绿咯。系深色嘅。系啦、啊。系咪啊？所以你觉得有少少阴嘅感觉咯。同埋佢望出去呢一个山咧，占咗佢嘅景咧，差唔多系三分二咁滞。差唔多间间房同埋厅都望到。系啊，佢系俾个山包围咗噶，佢个景基本上是啊，挡住佢咯，挡晒噶，咁所以呢个都系有少少阴阴地，再睇埋佢点解阴就知噶啦。呢、這个系好夸张，嗱就系、是、咧一望落去，我哋见到几个嗰啲古坟，嗯，系啦，喺嗰边即系嗰两个两三个真系古坟嚟噶咯，好明显啦，我哋平时都唔会见到呢啲坟啦，系咪先？系啊。好啦，咁有人话咧，望到山坟唔系一定唔好嘅，我哋都提过啦。如果系咪话做偏门定系乜嘢就 O K 系嘛？系啦，某一些职业就 O K， 同埋不过加上咧，其实佢喺隧道口啊。嗯。咁隧道口咧就属于阴气嘅出口啊。嗯。即系属于阴嘅地方嘅。系。咁所以都系会变到嗰啲地方特别阴啲咯。系啦，同埋咧嗰个声音问题咧又系啦，嘭嘭声。点会令人咧？即系佢声音可以令人哋咧，即系好似好个情绪会影响噶。其实佢闩埋窗咧都还好嘅，但系佢开少少咧就都离了啦，已经嗬。系啊，佢又都唔瞓得唔好咯，佢都。系咯，再加上佢全部房都系向住同一个方向。系啊，佢嗰度再加上咧系流年咧，佢啱啱嗰个位五鬼位个方向。系。咁咪将佢严重咗。其实我而家影落去啦。就觉得有啲距离，但系现场睇咧都真系好近，系一条马路之隔嘅咋，佢基本上系一条马路，系啊。好啦，如果你打口嗰个出口啊，系啦，嗱，大家睇到啦，佢望出去咧就系呢幅山啊，全幅系咁样嘅山景啦。嗯，系啦，咁啊又有坟啦，又有个嘭嘭声嘅车路啦，咁样系啦，所以咧几嘈噶，系啊，加加埋埋咧就有呢啲问题发生啦，咁情况。所以佢嘅外联嘅问题系严重咗嘅，个联头嗰啲出边嗰啲影响系严重过入边嘅。佢间屋冇事噶嘛，系嘛？如果咁讲，系啊，冇乜事噶。佢个女嗰个主人房又瞓正个财位，即系依家屋嘅财位。咁我睇图嗰时候，我觉得啊都唔错啊。如果系即系出边嘅问题啊，或者嗰间房嘅问题咯，咁、所以都算即系其实都算系，因为呢个女呢个事主瞓就麻烦咯。又啱啱女主人嘅，佢唔系瞓嗰间房，梗系冇问题啦。系啦，加加埋埋啊，所有嘢都系，所以令到佢嘅身体系颇严重嘅，一阵间就会知道啦。好啦，嗱，大家睇到呢啲相啦，咁啊，一阵间咧，我哋翻嚟睇片，咁稍后时间我仲有一样嘢要问一问先贤师傅，咁所以一阵间再打俾你好冇？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嗯、OK， 咁我一阵间再倾。唔该晒，好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可能大家都大约知道我哋讲紧喺边一个位置噶啦。如果你都系嗰附近啊，唔知你望出去咧，会唔会同一个咁样嘅景象咧，有冇相同嘅事件发生啦？好啦，即刻嚟啦！呢个礼拜嘅我要睇风水，我要睇风水。往来八八睇风水嘅时间啦，咁今日呢位朋友咧就系、是、叫做Joey，Hello Joey 你好 ，Hello 你好 ，Hello 潘生你好，咁今日都揾到啦，好耐都冇出嚟同我睇风水嘅仙妮师傅，多谢晒仙妮师傅，系啦，嗱 Joey 咧都知道你都几多问题发生，系啊系啊，简单讲下点解要睇风水？
可能即係自己身體有問題啦，因為即係有啲所謂 cancer 啦，咁係咯，已經成年啦，都好似冇乜大嘅特別大進展咁。咁、okay. 已經做咗三個化療嘅療程，即係已經第三隻轉第三隻，都好似冇乜特別嘅大起色，都仲係爭啲咯。咁、我就話咁咪傾開，我就話好啊，你幫我睇啊，我梗係求之不甩啦。咁啱我嗰次打翻上去，咁啱佢話可以幫我睇喎，我開好開心啦，係啊咁咯。一睇就知係你嘅 fans 啦，係啊。全部都認識嘅，原來係啊，嗰啲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唔止嘅，我喺房都仲有好多。好多嗱，其實咧，原來有淵源喎，因為咧，仙妮師傅係我哋安排，你又唔知，原來你係見過。係啊，我又唔知啊，仙妮師傅，我就喺邊個師傅上嚟咧？仙妮師傅我都接咗好多轉嘅啦，因為之前我個朋友有事，我陪佢上去，即係都係有啲黑仔嘅啦，如果唔係都唔會接觸呢啲嘢啦。可能即係有啲問題。你點黑仔法？好似聽講有啲意外嘅。係啊，跌親啦，仲要跌得好應棍咯，因為咁大個人未試過咁樣跌法，直頭。趴咗喺個消防局門口趴咗喺度，咁啊成隻腳咧個傷口成差唔多三寸嘅範圍，個手指都屈斷咁滯咯，反咗兩個手指哦。係啊，係啊，兩個手指直頭反轉咗啊！我自己知道係反轉咗，但係嗰一刻就唔知道。嚇冇啦，睇完噶啦。係啊，最精彩嘅部分咧就係咁多。呢個只係咧恐怖再線同埋往來百別嘅精華片段。如果你想睇曬全集節目嘅説話咧，而家好簡單。一個月60蚊月費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加埋往來八八一個 combo 啦，同埋咧亦都可以上翻去 mmpoint.com 加埋我哋 Big Big 嘅手機 app 咧，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睇到噶，咁啊唔使睇到倒喉唔倒肺咯。同時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，同埋咧撳埋一個 long， 一有新片咧你就會知噶啦。